寒人是流感的高峰期，中医师就讲，清冠一号唔啦会当对付新冠病毒，对这个类流感一挂症头嘛是有袂歹效果。天气的变化，一个无注意可能就感到。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社区内的病毒以流感病毒上多，第二多是腺病毒，另外毛副流感病毒、甲呼吸道融合病毒和新冠病毒等等，这些拢会有呼吸道症状。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就指出，其实清冠一号除了治疗新冠病毒，针对类流感嘛是有袂歹效果。咱中医师有真济种控制病毒、甲霉菌、甲消炎消肿的这个中药材、化痰止嗽，所以如果来讲，可以配合中医师来看诊来治疗，以清冠一号的这个基础上，佮做一个加减。尤其咱即摆中国大陆流行的这个五种的毒吼，马上会传到台湾来，有真好预防保护作用。另外，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文吉表示，新冠肺炎感染了后，细胞会有严重发炎的反应，然后产生免疫失调。经过研究发现，清冠一号会当控制发炎、改善病毒细菌等等引起的免疫反应。但是中医师嘛提醒，虽然市面上买得到清冠一号，但是普遍来讲，伊的药性可能还是要找医生针对身体状况来调药啊。清冠一号可能因为它是比较清热的嘛，比较寒的，所以呢会有一点点拉肚子什么样。说用现在是温脾胃的温那个生姜可以去温胃这样子的搭配使用也是可以哦。当天是流感的高峰期，随帮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国内类流感的就医人次已经连续七礼拜减少。但是医生嘛是建议民众要是爱有好的卫生习惯，挂嘴暗接洗手保护家己。记者卢雄如、曾俊佑台北报道。